这是为什么呢？爸爸，我说了什么？把换的东西的名单。他跟我说是一个甜品。嗯。吃午饭不重要。嗯。食刀这样。冰箱也可以买。这两位点餐了吗？需要什么什么什么？小朋友，哎呦，我怎么把他吓死了？因为他们觉得你帅呗，讲的。嗯，我见过你小时候的照片。你知道那个猪八戒吃人参果吗？嗯，什么意思？哎，对了，你说给。然后呢？We are, we are. Oh, you are. Yes. 我们今天增加一点难度。我差点扑过来。就放在那儿，明天去拿就好了，不需要，不，今天晚上我们是休假的，你就告诉他们要打多少，然后明天去取就好了。嗯，谢、嗯、啊，把我在旁边举个帽子，干净木耳。哎Hey, no, no. And the 10th of the day. 哎呀，我